全球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远，我现在的位置呢是湖南汨罗江畔。端午节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它最初呢是起源于百越地区，是古越族祭祀他们图腾龙的节日。但是后来屈原在汨罗江怀沙自沉，以身殉国之后，人们为了纪念他，便开始了划龙舟、吃粽子等一系列习俗。其实，在我们汨罗江畔，除了这些习俗之外，还有抢龙水、踏青、舞露珠等一系列神秘而有趣的活动。所以呢，我们以此为核心呢，就开发了这款端午故事会的礼盒。这个故事会礼盒呢，我们充分地展示了很多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元素，但是这个里面的产品方面呢，我们包括这个汨罗江的粽子啊，川山的毛笔套装啊，当然也少不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端午的一些香囊，然后还有我们屈指碑林的拓片等等，还有一些纪念手册和故事手册。在端午节这个中国传统的佳节来临之际，这些端午故事会的礼盒呢，将会寄往海外100个乡级全体机构，让远在的海外华人华侨们共同感受来自汨罗这份独有的端午节的氛围。香飘万里端午情，祝全球华人端午安康。欢迎全球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到汨罗来体验不一样的端午习俗，感受浓浓的民俗节日氛围。